到 SEGA TV in Taipei， 我是主持人哈鲁卡，又跟大家见面了。现在已经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算是第三个节目。我们呢，从今天2月26号开始到明天2月27号，两天的时间呢，都会在晚上的6:45开始正式的在台湾 SEGA 的分公司台北现场进行直播。其实今天这样子看下来呢，各位观众朋友，从第一个节目到第二个节目到现在第三个节目，可以发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其实非常的多元性，而且非常多的非常的多样化。然后刚刚从一开始的这个魔法气泡的对战，还有刚刚我们请六探，然后小探帮我们介绍两款也是一样，就是很多玩家期待的游戏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到了第三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全新作品，而且其实是在昨天就上市的。那到底是什么呢？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但在这边我们要先提醒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我们来看一下画面咯，就是 SEGA 的来看 SEGA TV 啦活动。这要怎么报名呢？非常简单，看到我们的这两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要帮我们的 SEGA 亚洲家用游戏粉丝团按赞。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在你收看 SEGA TV 节目当中的期间，截图下来，把这个截图 PO 到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并且记得要 #来看 SEGA TV 啦的关键字呢，记得要设成公开，我们的小编才找得到你哦。在分别以下不同的时段，7:00、8:00、9:00、9:00、10:00以及10:00到11:00的时间，分别都有对应到不同的这个赠品的礼物。所以也就是说呢，大家在今天晚上四个时段当中就可以参加四次的抽奖，四次的时段当中大家都要把该时段的截图 PO 到你的 Facebook 上哦。那当然在现在的9:00到10:00的期间，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 Switch 主机，以及呢这一次已经在昨天正式发售的牧场物语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游戏片哦，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我相信已经开始截图了哈。因为呢这个 Switch 主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非常多玩家朋友很期待应该说很喜欢，然后也不得不买的一个主机，所以大家记得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 Switch 主机赶快抽起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第三个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来进行游戏的介绍。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介绍呢，就是这一款啦，一起来看一下咯。好的，就是我们的《牧场物语：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这一款呢，是我们《牧场物语》的算是本传的作品，首次在 Switch 平台上面发售的全新作品哦。这《牧场物语》可以说是非常多玩家的童年，从1996年的时间开始，第一代在这个超任上发售之后呢，现在一路哦，想不到25年的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哦。好，那在刚刚我们的影片当中，大家已经有看到说，整体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疗愈的一个生活游戏。现在的人真的非常的需要这种可以放松你的身心灵，回到家之后呢，打开 Switch 之后，你就要进入到游戏的世界，开拓自己的家园这样子。今天我们在现场当中呢，除了会跟日本的制作总监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也会请到六探在我们的现场当中实际的试玩给大家看，并且介绍这一次《牧场物语》的全新要素。那到底呢，在《牧场物语》跟《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这个全新要素呢？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跟以往的这个系列作又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先请看一段精彩的影片喽。都会から離れ、自然に囲まれた土地で森を切り開く。土地を耕し、作物を作り、動物たちと触れ合う。ゼロから始める牧場ライフが今始まる。牧場物語、オリーブタウンと希望の大地。任天堂スイッチ初。完全新作の牧場物語は広大な森をゼロから切り開くところから始まります。
この森にはさまざまな発見と出会いが盛りだくさん。新たな植物を見つけ栽培したり、可愛らしい動物たちと出会い、牧場で育てたり、壊れた施設を見つけて直すことで牧場暮らしを便利にできたり、行動範囲が広がって新たな作物や動物、釣り場や鉱山を見つけることも。開拓が一段落してからが本番。自由に牧場を作ってみましょう。土地の広さとできることはシリーズ最大。自分好みのレイアウトにすることでどこまでも続く広大な畑を作ったり、動物だらけの大牧場にしてみたり、時には料理やクラフトに没頭することも。四季折々の姿を見せるこの森で、あなただけの牧場ライフを満喫しましょう。開拓や牧場経営に疲れた時は、牧場の隣町オリーブタウンに住む個性豊かな住人たちに会いに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この町に住む人々と共に、時には笑い、時には泣き、さまざまな時間を過ごす中で、素敵なパートナーと出会い、固い絆で結ばれる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牧場に流れるゆったりとした時間の中で、もう一つの人生を丸ごと楽しめるほのぼの生活を始めよう。牧場で生きる幸せを今。任天堂スイッチ専用ソフト、牧場物語、オリーブタウンと希望の大地、2021年2月25日発売。哦，看完刚刚的影片，有没有觉得，哎，整个人突然都松了起来了，好像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牧场物语的世界当中呢，好好的疗愈一下自己平常非常劳累的身心哦。刚如果已经有玩过系列作的朋友们，我想应该都已经有发现到了，这一次在这个橄榄阵与希望大地的这一次全新续作当中呢，全新的要素是什么？当然稍后也会继续帮大家做介绍。那这一次其实有像看刚刚看到了开拓森林啊，然后照顾动物这种享受大自然的生活。哦，你们觉得这是非常的棒哦，因为其实这一次呢还不止这一些，大家觉得以前在我们的牧场物语当中看到大概就是饲养这个动物，然后尤其是像牛已经是每一代当中非常经典的动物了，可是这一次呢有没有发现全新要素呢，是 你可以去跟你喜欢的对象谈恋爱。像我就是觉得很难想象说到底谈恋爱这个比较是属于这种恋爱的这种脚本到底要怎么样发挥在牧场物语里面，我想这部分应该是非常多玩家很好奇的。当然相信已经有非常多玩家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先入手了这一款全新的续作，在昨天的2月25号已经发售了繁体中文版咯。如果有兴趣的玩家们，大家也可以来去好好追踪一下，考虑一下入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全新续作的介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画面。好，在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看到了，发现了吗？我们的牧场物语已经迎向了25周年。从1996年在第一代超任上面发行了之后呢，哇，隔年度我记得就是直接在 Game Boy 上面，然后之后一连串在 N64 啊、PS、PS2， 然后GC、Wii 等等平台，只要大家想象得到的平台主机，你就可以看到牧场物语的身影。其实应该有非常多现在的玩家，资深的玩家，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说不定还当爸爸妈妈了，就可以除了透过牧场物语的最新作品来勾起自己小时候的回忆之外呢，也同时的你可以跟说不定跟你自己的家人，然后跟好朋友重温旧梦，然后或者是把这种
感动的感觉跟那种疗愈的心情继续的延传下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的 PPT。 然后这一次的全新的游玩要素呢，就是这三点啦，刚刚在影片当中也可以看得到的开拓的这个系统哦，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被森林覆盖住的牧场开拓出来，以及经营牧场，享受属于自己的牧场生活，还有去到城镇上面。当然这一次也是我们在牧场物语当中有别于以往的全新要素，就可以到一些比较人口众多热闹的橄榄镇上面，说不定还可以碰到跟自己很合拍的好 partner。 好，那接下来下一张的投影片，下一张的投影片呢，没有错，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介绍这一位今天的特别来宾，现在在这个日本的东京现场要跟我们线上连线的牧场物语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监制中野先生，中野监制，我们要一起来呼喊他咯。はい、それではマーベラスの中野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你好。おー、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直播当中呢，虽然说没有办法直接邀请到中野先生来到台湾，可是希望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请中野监制呢直接的帮我们介绍这一次的全新续作，它到底有趣的地方是什么。首先我们先问一下中野监制，这一次在全新的续作当中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嗨，それでは早速ですが、中野さんでこの作品でどんな役割をされ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はい、今作では、企画原案から、ゲーム全体のディレクションをしています。我在本作里面呢负责企画原案还有监制的工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那当然这一次的作品呢，日本昨天也是同步的发售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日本的粉丝们对于新作上市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はい、引き続き日本でもですね、昨日発売されたばかり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反響についていかがでしたでしょうか。はい、前作の再開のミネラルタウン以上にものすごく反響は大きかったです。やっぱり発売を待っていたユーザーの皆さんが多かった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のがよく分かりました。はい、那这次我们得到的反响哦是比我们推出的矿石镇重置的前作还要更加的热烈哦。那我们也感受到了玩家们其实就是一直很期待我们这样推出牧场物语的新作。好，谢谢中野监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请中野先生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整个游戏的流程。当然，虽然说《牧场物语》系列已经迎向25周年，非常多资深的玩家都有至少有玩过它的其中的一部作品，可是应该还是有非常多的玩家还没有接触过，或者是没有好好的来破关。那我们来请中野监制帮我们说明一下这整个游戏的流程要怎么样进行呢？はい、それではここからはゲームの説明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次本次作品的新要素开拓的部分呢，一定要搭配一下影片咯，来看一下。哦，なんか今回の新要素の開拓ですが、これをテーマにした理由はなぜですか。やっぱり自分で切り開いた土地に自分だけの牧場を作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した。那我们这次将主题定为开拓，是希望玩家可以去体会我们自己动手去打造出牧场的感觉。哦，真的耶。所以就是之所以把开拓当成这一次主题是这样子的原因哦。那在整个开拓的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在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指令。那这其中指令中野先生最喜欢的是什么呢？それでは開拓の中で中野さんの特に好きなアクションはありますか？やっぱり斧が一番かっこい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わかる。道具のレベルが上がったら
さらにかっこいいアクションになるので、ぜひレベルアップ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なるほどです。那中野先生这边是觉得，果然是斧头用起来最帅气的感觉。那如果把道具的等级再往上升呢，就能做出更帅气的动作。那请大家也务必去把道具的等级升得更高。这是一个非常疗愈的，非常疗愈的 RPG 哦。这让自己的武器跟所使用的装备呢，也是可以升级的。那随着升级，能力值也会变得比较强。哦，哎呦，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桥，哎，哦，也有钓鱼的部分呢。なんか釣ってますね。お、釣れました。釣れました。が、有钓到吗？有钓到吗？なんか頑張ってますね、今。哎。32センチで、その今の魚ですけれども、その割に大きいですか？大きいですか？まあまあのサイズだと思います。关于刚钓到的虾子哦，大概是一般的大小。一般的大小而已，是不算大，32公分，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算是还蛮大的。で、どういうことでもっと大きいな魚ありますか？開拓が進むと釣れる場所もいっぱい増えていくので、はい、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はもっと大きな魚が釣れ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へえ、なんか楽しみしてますね。那要怎么样可以钓到更大只的鱼哦？那就是随着玩家进行开拓呢，会找到更多的地方。那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就能钓到更多不同或是更大的鱼类。好。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的全新要素开拓的这个试玩影片哦。当然，就是透过开拓，你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那当然，这个是细节的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请六探来实际帮我们的试玩。应该各位玩家们都非常的想要看看这个牧场到底还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到六探来帮我们现场做实机的试玩，请到六探。Hello， 嗨，大家好，我是六探，又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嗨，中野さん、これから、はい、この六探さんに実機プレイしてもらいますので、引き続き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ね。中野さん、こんにちは。喋った。こんにちは。你好，このくらいは喋れますね。这一点点还是会讲的。嗯，脚本脚尾。哦，是这样子。好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把这个画面切换到游戏试玩的画面，也邀请线上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的六探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要怎么样照顾好动物呢？等一下，六探会帮我们示范照顾动物，还有栽种作物跟收获作物的一个游玩的流程。哦，一开始在这个牛这边，真的，果然我觉得牛还是系列做最代表的，真的很可爱，最代表动物哎。应该说牧场这件事情，感觉乳牛，然后有牛奶这样子，真的很有感。真的是代表的动物系列作当中最代表的就是这个牛。哎，不知道中野先生喜欢什么动物吼？中野さん、なんかシリーズのシンボル的な牛さ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なみに中野さんはどの動物がお好きですか？やはりなんといっても牛さんな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私もです。僕はひよこが次に好きです。はい。那虽然代表性的动物就是要讲的话一定是牛哦，但是中野先生自己比较接着最喜欢的是鸡，小鸡的部分。嗯，但好像没看到小鸡耶。哎，马上带大家去看。我先处理完牛，现在有摩托车可以用。真的，真的是方便。なんかバイクも。中野さんこのバイクで移動を取り入れたのはなぜですか？主人公が最初にバイクに乗ってこの町にやってくる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か。それでまあバイク壊れちゃうんですけど、まあせっかくだから直して乗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方がい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へえ。这边会加入机车这个元素哦，其实是因为主角他一开始是骑机车旅行来到这个城镇的。那到途中到这个城镇的时候呢，机车会坏掉，
所以可以的话，觉得还是修好，让它可以继续使用会更好。我刚刚是骑车来到这个鸡舍的部分，对，他在外面敲一个钟，超可爱，他们就会出来想说，哎，什么事吗？有人找我吗？真的，然后我们就进来把他们单捡起来。なんかどういう展開がありますよね。はい。哦，现在在哎捡鸡蛋，没错，这也是蛮重要的收获之一。ハマグを拾ってますね。有机车感觉很酷，也很方便。真的，就机车跟牧场，好像跟以前我们对牧场物语的认知好像有点搭不太上哦。但是我觉得对于就是认识这个其他村民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真的，耶。好，因为我们在这一次的新续作当中呢，我们会透过开拓，然后来去跟很多不同的小动物相见相会，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看到非常多不同动物，然后是一个一个这样慢慢的跟他们就是相会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我来问一下中野先生。中野さん、なんかですね、開拓をしていくことでなぜ動物たちと出会えるようなシステムをしたのですか？今作では森の中で動物だけじゃなくて作物とか、まあ、小屋とか、まあ、さっき言った釣り場みたいなものも全部自分の手で発見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ね。まあ、その中に動物も入ってる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です。那之所以可以在开拓的途中遇到动物，其实不止动物，本作的形象就是在森林中让玩家不断的去开拓，可以遇见新的动物，发现新的作物，或是找到新的钓场哦。那我们想要制造的就是这样子自己去开创更多东西的感觉，所以动物只是包含在其中的一个要素。嗯，原来是这样啊。怎么样，六探，你现在进行到哪？跟歪了，不要跟我讲话。没有，我就这还需要专蛮需要专注度。如果想要挖的比较整齐的话，就要注意这样子。现在就是先，它牧场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可以种东西啊，就要先用锄头整一下地，然后就可以播种，就是种想要的，一定要种得很整齐，有没有？然后再用浇水去自己去浇花。对，但我看下面的那个道具栏，好像有不同的植物可以栽，农作物可以栽种，对不对？南瓜、茄子。哦，对啊，像这个类型的游戏啊，一开始你种什么东西，好像都会决定你后续的一个经营牧场的经营的效率。因为我觉得它对外观的影响比较大了，嗯，对，就是它会就是都会长得怎么样。我个人很注重这个整齐度啊，我也是，就强迫症，对对对。那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农作物推荐玩家一开始就可以种，来问一下中野先生。中野さん、はい。なんかね、最初はどの作物を育てるのが良いですか？おすすめなのはありますか？最初はこれ本当の話なんですけど、はい、株が一番いいです。本当の話ですね。那一开始呢，最认真的去推荐的话呢，当然就是种无精最好。要好好的种。それはなぜですか？株はその育つのが早いんですね。なのでこう、すぐに育てて、すぐに収穫して、出荷してお金を貯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儲かりますね。那无精之所以会推荐无精哦，是因为无精成长的速度很快。那成长很快呢，我们就可以赶快出货，赶快换钱，然后去扩大你的牧场，就赚钱最快的方法。没错。那你就收很多的农作物，然后一直卖卖卖，种种种，卖卖卖，玩这个很重要，就是卖东西赚钱。真的。不管你做什么。作物就是要把它放到那个箱子裡，真的。那不过要怎么出货啊？这里，这里，这里。哦。每一代都有这个我们的出货箱，像我们就是如果有种东西啊，这个刚刚种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过去。哦。蛋也可以，采集到牛奶也可以。嗯。对。哇。那它就会告诉你多少多少钱。欸，右下角的那个钱增加很快。对啊，然后在一天结束之后就会帮你总结一下。有种买单的感觉，真的还蛮爽。对，就是只要把你的刚刚前面栽种的农作物啦，或者是你采集来的一些素材，可以直接到那个出货箱那边出货之后，你就可以赚钱。没错，嗯，所以就是努力的扩展的这个农场啊，养更多的牛啊，你就越来越多的农作物，就赚越来越多钱。真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我们这边针对以上的。
一个在牧场当中要怎么样进行一些基本的这个流程，请佑盼帮我们的试玩了一下牧场经营。当然就是整个看下来我就觉得就是很没有压力的一个游戏耶。我觉得这种游戏好玩的地方就是就现实中要有真的拥有一个牧场也太难了啦，真的。对啊对啊，而且它也是很体力的、啊、可是在这种很可爱的游戏里面就可以体验那种牧场的生活、嗯、我觉得这对就是住在都市的玩家们来讲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真的。中野さん、はい、このロクタンさんの感想で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ですね、現実で牧場を持つのはあんまりにも無理なこと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なんか特に都市に住んでいる方はぜひこの牧場物語で遊ばなきゃいけないよっておすすめです。都市の住まいの方におすすめで今おっしゃって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の動物もなかなか実際には育て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うですよね、このゲームの牛さんとか動物はみんなそれぞれ実は性格があって育てるのも楽しくなってますので、ぜひ楽しん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那中野今天这边非常感谢六探的心得哦。那除了拥有牧场这件事情以外哦，还有培养动物，其实也是现实中很难去做到的事情。那在这一代中呢，动物还会有分别有不同的性格。那在培养的过程中，相信也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でつまりあの中野さんは六探さんと同じお考えを持ってますよね。两个人。不约而同都觉得这部作品卖点就是在这边很重要啊，有很多动物平常不可疗愈，对，直播开了就改玩牧场物语，很多动物有没有，真的很疗愈。是的，好，那当然刚刚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是帮大家简单示范了一下牧场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基本的经营跟流程，那当然我们收入方式，对对对，这是基本入门。当然我们也还是要让各位玩家们大家看一下，说你真的经营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牧场经营到多大。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很赞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咯。はい、このような感じで、はい、まあいろいろなものを牧場に置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なのであの自分だけの牧場をぜひ作っ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はい、那就像这种感觉哦，像影片上所示的，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放在牧场上，嗯、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打造出专属于玩家的自己的牧场。哦，很豪华哎、欸！刚刚就是整个是完成体啊。对啊，而且我觉得应该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弄得很有自己的个性、嗯。真的，真的。就有非常多非常高的自由度、啊、你想要怎么做都可以，反正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面就是好好的去享受就对了，塞满了那个各种农作物也可以啊、嗯、真的花海，真的。但这一次我们的全新作品当中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有提到橄榄镇这个城镇哦，这其实橄榄镇在这一次牧场物语的续作当中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如说一个空间嘛，一个 对一个非常重的比重，也是一个非全新的要素。所以我们也有准备了一支影片要来播给大家看，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橄榄镇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镇呢，一起来看一下咯。オリーブタウンですね、中野さん。はい。なんか这一次为什么会叫做橄榄镇？因为我一直觉得橄榄这两个字有点饶舌，为什么会叫做橄榄镇？来问一下中野智，中野监制。中野さん、今作タイトル名のそのオリーブタウン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名前に込めた意味は特にありますか？この町は開拓でできた町なんですけど、はい、まあ、その時にオリーブが実る土地になってほしいっていう人たちの願いが込められてます。啊，之所以会叫做橄榄镇呢，是因为这个城镇本身哦，是经过人们的开拓而发展出来的一个城镇。那当初开拓的大家呢，希望这个城镇能够成为能够种出橄榄的一个丰饶的土地哦，所以这样子命名了。是这样子，真的充满了爱的一个名字，真的，对，不是乱取的，期待的一个名字，对，就可以在这个城镇上遇到很多角色，
いろいろなキャラクターに出会いますよね。はい。哦，而且感觉对啊，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可以做朋友啊，嗯、甚至是对，而且嗯，没干嘛。那个表情是可以谈恋爱，可以谈恋爱，有机车的帮助很大哦，有交通工具。好，那重要。哎，问一下，这中野先生会想和谁谈恋爱呢？对，中野さん、なんか今作で特に好きな恋愛候補はどのキャラクターですか？どれとは言いづらいんですけど、個人的には。ウェイトレスをしているグレアという女の子が私は好きです。那要选出一个人是很难哦。但中野先生个人呢是比较喜欢一个叫布莱尔的女孩子。どんなキャラクターですか？是怎么样的角色呢？とっても明るくてこう派手な感じの子です。一个非常开朗，然后感觉比较华丽的女孩子。那不就像我一样吗？私みたいですよね。なんか笑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よもう。はいはい、对，以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准备的关于橄榄镇的一个介绍影片。看完刚刚的这个城镇影片之后，六探感觉如何？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期待跟不同的角色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有城镇的话，就会期待说，哎，遇到一些不一样的角色。那既然还有这个恋爱的元素的话，是，那就多了一个就是，哎，要攻略心仪的女主角的感觉吧。我觉得，对对，所以不晓得会遇到什么样的，蛮特别的，可能送她刚收成的萝卜这样子，有可能哦，哎，可能就失败了，送萝卜给女生，有可能，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はい、はるかさん、はい。さっきの映像に出てたパンダの着ぐるみについて少し話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はい、そうですね、見ました。啊，那中野先生这边呢，就是因为刚刚影片上有展示出熊猫的布偶装哦。那关于这个布偶装，中野先生想要告诉大家更多的情报。それではお願いします。あのパンダの着ぐるみは、アジア版限定の特典に。なっています。アジア版にしかついていない特典になってますので、ぜひあの可愛い衣装を着て楽しんでください。那熊猫的布偶装呢，其实是亚洲版特别限定的特点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可以穿着这个熊猫装去享受牧场物语。刚刚他图还缩图蛮小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看不太出来，或者是有人没发现到，但是就是整个很可爱耶，可爱耶，可愛い。这样子做农务也是蛮辛苦的，真的不热吗？但很可爱啊，真的很可爱。なんかパンダの着ぐるみで暑くないですか？開拓していくことで暑くないですか？ちょっと暑い可能性はありますね。かもしれないね。やっぱり有点热哦，穿着布偶装。对。但不管，就是还是要很可爱、啊，就还是要让他穿。可爱。好，那大概就是像以上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就是透过像六探的试玩，然后还有一些游戏的片段，让大家有感觉到说《牧场物语：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它这一次主要的全新要素，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疗愈人心的地方，它小镇啊，还有角色，对，大家可以期待是在哪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咯，嘿嘿，就是大家想的那个啦。我们来看一下 PPT。好的，就是呢，在伴随着游戏上市的昨天2月25日，其实扩充票呢也同时间的发售了。只要购买扩充票，三月开始在游戏当中就会依序有许多的新内容，像是呢，有新的服装，哎，太重要了，真的，然后装扮自己的主角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们就是外貌协会，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角色弄得很可爱。那还有小故事也会在这收录在里面，以及呢恋爱后补包等等非常多呢有趣的内容呢。关于这些内容，我们来问一下制作人哦。那中野さん、はい。エキスパンションパスと新たな衣装とか恋愛候補のパックとかそういう展開も期待してもいいですよね。はい。
楽しいコンテンツをですね順次配信していきますので、はい、発売した後も長く楽しめると思います。那关于扩充包的部分哦，我们会照着行程慢慢的发售，所以大家不只是现在哦，可以很长久的去享受这个游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ラップ。こうね。照れてる。害羞害羞，好 ，OK， 好，那当然就是刚刚跟大家讲预告的一些像扩充票这些新的资讯，所以要请如果已经有购买《牧场物语》全新作的玩家们，要好好关注一下这些，不要漏掉喽。更多的内容、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个重要的消息来告诉大家，请看 PPT。好。嘿嘿，想不到吧？好可爱哦！就是这一次呢，《牧场物语：橄榄镇与希望的大地》正在跟手摇店日日装茶进行联名的活动哦。只要在联名的期间，大家都可以看到可爱的联名杯杯，而且还有可爱的联名装饰的主题店，就非常非常的可爱。哈哈，画面一转回来到我们的棚内，在我们的手上了，超可爱，真的好可爱哦，真的很可爱。大家看一下。牧场物语的贝贝贝，好，尊应我，是的，是不是很可爱？偷喝一下，偷喝一口。好，哎，对，忘记喝。哎，这是什么？很香，好香哦，好甜哦，好好喝哦。那看到啥？在炫耀。浓眉奈有呢，浓眉奈是。我说你喝不到哦。很好喝哎，而且。感觉配上这种可爱图，喝甜甜的饮料是很搭的。的你会觉得你有这种感觉吗？真的太萌了。对对对对，很哦对，然后在这个喝饮料的之余，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说这个联名的期间呢是到。先喝一口，3月19号为止。那联名杯的话是在许多的分店，那在每个分店当中都可以买得到。但是联名主题店的部分呢，是只有台北南西店才有。所以如果你是《牧场物语》系列作的，就是热爱的粉丝的话，是要去到台北南西店来朝圣一下。没错，没错。那当然呢，为了纪念这一次的可爱的合作，同时间我们也有发起一个喝联名饮料就可以参加的活动哦。大家只要买了联名杯的饮料之后，拍照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然后 tag 社交是 hashtag 什么 hashtag what。牧场物语，还有日日装茶，是一定要记得 tag 这两个好吗？对对对 对就可以参加就是我们的抽奖活动。那至于详细的这个办法、啊，可以到 SEGA 官方的 Facebook， 或者是联名的店面都有张贴，就是活动的相关资讯，大家就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啦。谢谢你帮我补充啊！我知道，我想说你饮料卡在喉头，那本人很渴，就是一直要多喝一点，因为真的蛮好喝的。对啊，很甜，很好喝。那看到啥？見てください。いいですね。もうどうですか？いかがですか？ぜひそちらにお邪魔したいです。ね、真的很羡慕哦，真的非常的可爱。是中野先生也非常想要来到台湾看看，实际看看这个饮料店。はい。では今度ぜひ台湾に来てください。ではですね。好。はい。もう一回。ハートで。为什么？因为这一次有那个啊谈恋爱的要素啊，我就忍不住要跟中野坚持。我想说，哎，是要请他跟那个玩家说什么？没有，要比爱心。对，好，那我们最后就是差不多要请这个中野坚持呢，跟我们台湾的玩家说几句话。それではですね、早速そろそろ時間となりますけれども、最後に台湾、また他の地域の。視聴者の皆様に一言メッセージ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か？はい、本作を購入していただいた皆様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してまだプレイされてない、皆様はぜひこのほのぼの牧場生活をプレイして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非常感谢，如果已经购买的玩家呢，非常感谢你购入本作、哦。那如果还没有开始玩这部作品，或者是还没有购入的玩家呢，我们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享受看看这一次的牧场人生哦。那请大家多多指教。
记得很期待，真的是必须要买一下。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尤其就是因为已经25周年了，一定有很多人就是跟我们一样是从小打电动打到大，然后现在一定有非常多人是已经大概30-40岁的，就是可能当爸爸当妈妈，这时候就是牧场物语就是非常适合跟小孩，然后跟见识到这个时代的变迁，是不是？对，牧场物语的进化，时代的眼泪啊！你可以带着小朋友说，哎。爸爸小时候有玩这个哦，真的可以养牛养鸡这样子，蛮有趣的啊。嗯，就是跟自己的合家欢乐，对，好朋友、同学重温旧木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中野监制在我们的这个日本的现场跟我们一起做这个线上的直播节目。嗯，谢谢中野制作人。那我们最后呢，要跟中野监制呢道别了。中野さん、そろそろ。バイバイ。さよならと言わなきゃいけない時間ですけれども、またぜひ次回で台湾でお会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ぜひ台湾に来てくださいね。バイバイ。一定要来台湾哦。嗯，谢谢。谢谢中野先生，好，蛮可惜，没办法喝到，对啊，这个联名产品，我帮你。好，那最虽然说这中野先生已经暂时先就是跟我们大家 say goodbye 了，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款呢，同样是由这个 Marvelous 这些游戏公司它所推出的游戏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PPT， 是符文工厂五。是的，这次呢要介绍的是预计在今年夏天发售的幻想生活游戏哦，符文工厂五代。符文工厂呢这个 IP，它其实是从新牧场物语的符文，新牧场物语之符文工厂来的，它原本是属于新牧场物语的其中的一代，对不对？算是附属的作品。然后后来就是从二代之后就开始独立出来，就是符文工厂2、3、4到现在的全新五代。嗯，这一款游戏呢也是建立在充满幻想的世界舞台当中，同时可以享受到小镇生活跟冒险故事的 RPG 类型游戏，同时呢也是符文工厂系列的最新作咯。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没气了是不是？你想要我接棒的意思？来，我忙着喝饮料，你知道吗 ？OK， 可以看到 PPT 上面呢有几个大的部分、是可以与这个本次游戏的主角是女孩，有女孩子是亚丽丝，还有失去记忆的青年亚雷斯这样子。那可以看城镇的居民互相交流，又有恋爱，我看到了关键字，又有恋爱，真的。对，但是也可以享受种田钓鱼生活啊，也可以使用武器与魔法展开冒险。是游玩与养成要素十分丰富的一款 RPG 游戏啦。好，那像刚刚六探提到的两个角色，我们也来看一下下一张的 PPT。OK。好，刚讲到的两位失忆的青年少女，失忆了。对啊。OK， 就是亚丽丝跟亚雷斯。当然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有非常多个性独特而且非常鲜明的角色就是会登场，对啊，你也是同样的在这个美美香香的角色们，真的就是 RPG 围绕，对 RPG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同的角色，对，真的，对这一个游戏呢，符文工厂五看起来就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角色，可以让大家去拓展更多不同的故事。而且这些角色通常都会有自己很鲜明的个性，真的，还有外形，所以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本命之类的。对，没错，这个我最爱，真的，我婆，真的你婆。那这一次的符文工厂五呢，它也有发行亚洲限定发售的限定版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影片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看一下影片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亚洲限定发售的限定版。每次看到这种限定版，我就真的很受不了，真的，因为它里面附的东西就是会让玩家就很想要。就是你都同时出了这种豪华套组，然后又出了一个游戏片，那想当然了，当然就是要买豪华套组，就是收起来，就是收起来，通通收起来，收。对啊，像这种那种美术画册，你会喜欢这样的游戏，一定会喜欢它的，真的，对人设啊，你就会想要看到更多的原画，真的，甚至一些草稿，你都会觉得没错。而且以前就是比较少啊，RPG会做成繁体中文版的时候，拿到的美术书里面其实都很还是很多都是日文，然后当然因为有一些玩家碍于就是看不懂日文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感受它里面的一些说明。但是其实这一次现在大家看到的所有的豪华套组，不管是外盒，然后游戏本身还是全部都是繁体中文版哦。现在玩家真的好幸福，真的。我觉得早期以前连这种限定版都蛮难取得的，那取得了也是哇，看不懂，没错，我的日文没那么好，对，感觉在玩，那就是有爱，有爱在这样。但现在都是都中文化，连限定版的周边的商品都是有中文化，我觉得真的很难得，真的非常的方便，就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比以前更加享受到这 RPG 的整个故事情节，然后一些角色跟这整个游戏的特别之处，没错。好，那么今天呢，这个关于我们那个 Marvelous 所推出的两款新游戏，甚至游戏作伴是符文工厂舞，或是刚刚我们帮大家介绍的牧场物语星座，都是这个 Marvelous 所推出的。那其实只喜欢这种比较可爱风格的玩家们也可以考虑两片都买了，对啊，就是先玩牧场物语，然后接着五月，对对 对, 對他们就是其实都是刚刚有讲，就是那个分支出来的类型嘛，所以他们两个有一定的共通性，就是都我觉得都蛮治愈 的，还有收集跟这个培养这个要素都是有的，没错，对对对，蛮适合的，蛮适合你喜欢的玩家，这两款要好好的来考虑入手一下咯。好，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提醒大家，现在在直播本节目的 SEGA 亚洲家用游戏 Facebook 的粉丝团上面呢，在举办这个活动咯。行了行了，大家都行了，不要嫌我们啰嗦，因为这真的太重要了，记得帮我们的非 SEGA 亚洲家用游戏粉丝团按赞，然后并且呢，在你收看我们 SEGA TV 节目当中的截图，接下来 PO 到你的 Facebook 上面，设定公开记的 Hashtag 上来看 SEGA TV 啦。抽奖四个时段都不一样。对啊，我们现在这一趴还没有结束，我们这一趴抽的是主机 Switch, 主机，对，然后还有牧场物语的游戏片，对不对？是的。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最后一趴的10点到11点的这个抽奖，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等一下在之后的10点钟开始，也会为大家带来下一个节目，请持续锁定。是的，没错，下一个节目呢是 Atlas 粉丝，然后还有女生异闻录系列的玩家们会非常喜欢的一场，千万不能错过。你们觉得我很兴奋？兴奋，心跳加速。真的，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两位特别来宾，还有可爱的 Sameki 小胖会带来非常可爱的 cos 哦，大家不要错过了。等一下10点钟再见喽，耶！来たあんたならきっと気に入る。